今天开几个箱吧，给你们瞅瞅我阳的这一周都买了啥。先来两箱奶油胶，这一堆我基本是买全了市面上常用的颜色，这回终于能做出不同颜色的手机壳了。这种小支的是果酱和奶油胶的套装，你们帮我瞅瞅我还有啥颜色没买。几个发夹可以做这种仙气又少女的 DIY 抓夹，小发夹我也买了一些，两个透明的手机壳，这回做好可以换着用了。还有一盒痘痘装饰，差点忘了我还有一些咕卡盘，这种好看的挂件也可以多做几个。这几个是流体熊，每盒里面都有三种颜色的颜料，去年我在集市上做过两个，还挺好玩的。这个是小可爱让我买的纸浆画，我好像买了个懒人版，里面的材料都是已经调好的，直接按照喜欢的图案戳上去就可以。这个也是你们让我买的换装贴纸，我买了四种不同的，里面是有不同的服装搭配，选一个喜欢的小可爱给它换上漂亮的衣服就可以。还有这个泡泡贴纸书我也买了，里面是不同元素的贴纸，把合适的贴纸贴在陶艺啦、画廊啦这种不同场景里。另一本也是一样的，感觉这本的贴纸更好看。最后一个是钻石画，也是买了四种不同风格的。那今天来说说钻石画、换装贴纸、泡泡贴纸书、纸浆画、流体熊还有奶油胶，明天你们想看哪个呀？